嗨，我是蕾蕾，今天要来教你的歌是《几郎几半》。对，这首很可爱的歌，还记得就是有好吃的东西要分一半给你的另一半，因为一人一半，感情不会散。这首歌是 A 调来 A， 然后升 F minor。A7 懒惰 D minor B7 OK， 和弦没有很多。那我们的弹法呢分成两种，好，第一种是拉二一二，好，它不是拉二一二，它是拉二一二，然后它刚好有跟唱歌的字有对到，所以不会太难。你看哦，几郎几，有没有一人一命的一人一，刚好就是对到你的二一二。好，先拉起来之后，然后几郎几命，拉无人相干。好，所以刚好每的前面三个字都会对到你的二一二。好，拉的时候要三条一起拉，然后二一二就是分别的弹第二弦、第一弦跟第二弦。好，所以总共有三只手指头来做这件事，拉二一二这样子。好，然后当一个小节有两个和弦的时候，你就要弹两次哦。像第二行，我是孤单的人。好，所以刚刚那个 D 跟 E7 就是各一次的拉二一二，拉二一二。好，它连着弹哦，是蛮快的。好，第二种弹法变成用刷的。下下上上下上，好，它也是一样，就是它有一点点下下上上下上，好，所以你要做出那个距离感，好吗？它不是下下上上下上，它是下下上上下上，就下都特别长，有没有发现它的下都特别长？好，就是那个就上要就是就。要晚一点点出来，对，因为我们下超级长，下下上，不是下下上，好，上晚一点出来，因为下很长。然后这个拍子，如果你觉得太难抓，你可以就是弹原本你会的那个下下上上上，应该也是可以的、啊。我不是好人，嘛不是歹人。弹起来会没有像我那么跳，就比起来你的就是像在走路，然后我的是边跳边走路，好，不一样，我的是我不是好人，我不是歹人，我只是需要一个爱我的人，好，我的是这样子 OK。 好，所以就是如果你可以把下拉长一点，它就会听起来像这样了。好，所以我刚刚第二种弹法，那个下下上上下上，遇到两个和弦在同一小节的时候，也是一样，要变成两个下下上，好，就会变成下下上下下上，这样 OK 吗？好，然后它还有个前奏，好，前奏就看四线谱这样子，它的节奏跟我们一开始的拉二一二，好，是一样，好，这边多一个用小指头去按这个二，这样就手就可以不用动了吗？然后换 A， 但是这时候我们换拉三，第三弦跟第二弦。好，刚本来是拉二一二，现在变拉三二三。好，好，接下来就是都是单音了。然后最后 A 和弦又是拉二一二，然后 E7 拉二一二。好，这样子就是我们的前奏了。Are you ready? One.